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有一块土地啊，它其中面积的四分之三，哦，这全部的四分之三哈，种那个是菜园的，哦，这一块是菜园。那这一块菜园的三分之二呢，是种空心菜，这个种空心菜，种空心菜的哈，面积是200公亩了。那么他问这一块土地的面积呢是多少公亩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呢，种空心菜200嘛，那这样菜园是多少？就是200哈，除以那个三分之二，这个就是菜园的。那全部多少呢？全部哈，就是再除以多少呢？除以这个四分之三的，这个就是全部的。好，那这样的话等于多少呢？哦，出一个数的话就乘以它的导数，就200乘以呢二分之三，再除以四分之三，就乘以它的导数，乘以三分之四。哦，那约分二得四，所以是400，所以呢是400公亩，所以这一题大家应该要选 A。